走到死路了，再走到一条死路啦，再走到死路了。我好怕。这就是我们想要看到新加坡最美的风景。45度，好热。哇，好漂亮。Banana Milky TV。我们现在打气。加油打气！今天我们两个又在出发去环新加坡，不是环岛，走到那里，去到那里哦。不知道可不可以走很远呢？今天，现在11点半，他等下一关嘴哦，然后我觉得他会渴死，他又没有地方放，然后他的水很重要，所以绑在这里。现在我们准备好了，要出发。灯白的啥？快呀！没呀，对呀。哎呀，我们的 folding bag 跟毛灯白，我们进错了毛灯白的路。嗯。导航教我们的，要出回去。多了，看到吗？13公里了啊！拿脚车锁在这里。广场舞啦，嗯，跳广场舞了噻，跳广场，跳广场舞啊，哦、你真想跳光光啊？好热现在，你想跳光光啊？拔出来！我不来了，很斜。他这样子，啊！我给你们看那条路是怎样。我们走那条路这样斜上来啊。就好了，香肠。就是要好命啊！又在休息了，
现在不知道进来什么森林啊。曼代也是斜坡，哎呦，我的人生就像斜坡一样。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很难爬。我的脸应该很红很红，现在很红很红，好累啊！好了，我们要继续前行了。我还没有休息。你没有休息？你有休息的没？因为衣服好像那个 Grab 的衣服这样，你知道吗？是啊。可以拿水给我吗 ？Grab。你会 order 啊？他要 sign 给我。Hard pass。他要 sign 给我现在。我 sign 给你啊 ，Hard pass。没有。你怎么给来的？我 order 了，你就想办法给我。你我海底捞。斜的，很斜，我今天爬了很多斜坡。下呀！呀呀！我的世界来了！我好喜欢这个牌哎！这就是我们想要看到的新加坡最美的风景。最美的风景。你看我们的前面，是不是很漂亮？我们的前途一片光明。好吧，我们来体验这个斜坡。拜拜。硫磺味，什么味？你送 Grab 吧。我最喜欢接到什么单，你知道吗？什么 ？McDonald's。为什么？有的吃一点薯条。45度，好热。是啊。
灯了。好多人呐、啊！他假设如果看到有这个豆浆油条，好久没吃了。哈哈，我们的脚车板还在。到天安了，所以肚子饿了。豆浆油条来了，谢谢老板。你看你的头发，有三条线的、啊、那个帽子的线。哈哈哈哈哈！这有一个藤蔓，好可爱哦。我们两个脚车。这车车都来这里呀、啊。